鸡腿这样做很好吃的，鸡腿在他的身上划三刀，放葱姜料酒去腥，老抽调色，奥尔良腌料调味。不好意思，我倒多了点。悄悄的抓匀，腌制半个小时，不要让第三个人知道。备孕。电饭锅底刷油，放正经的姜片，一把迷人的葱，放鸡腿，再放腌料汁，注意全程不要放一滴水。电饭锅煮半小时。